首先就回应那个罗科长刚刚讲的，说我们的绿地包含到永春坪，其实这个案子我之前就有反映过，就是我们有那都发局的做法，就是说我上次举个例，我说我们的范围从中心联发里大概500公尺到永春坪那边有他的里长，他有他的辖区，为什么我们的绿地会跑到那边？是不是那有乐比公园以后要改成广慈公园？可是没有人要反，没有人要理我，所以我也无奈。啊，现在开始我讲我的看法，就是说行道树也会制造空气污染，因为树它也要自己保，树保。那根据环保署1942年，他委托台大植物病理与微生物的所长叫做孙章炎。如果大家有兴趣上网去查，还是有这个文章。他是用台大那个石林岩银和大安森林公园去做33种树行道树的空气净化测试。第一行的就是从那个净化空气很差的，它会排出所谓的 1污2吸，就是我们讲的 VOC。如果用来话来讲，就是芬多精，它是会产生了空气的污染。那包括的树种有8种。枫香、榕树、芒果这些。那第二种就是比较佳的，就是相思树、樟树，一共有11种。下一张。那我们广慈以后开发后进驻的人民的健康要怎么保呢？不能靠健保啊。但就是这些开发以后的人数加上常住的大概要有7000多人，那流动的人数也大概有2900多人，那这些的健康也要受保护啊。那时候保护就是你行道树是会有这些不好的，你就不要用啊。比如说黑板树，在30、40年前大家都种黑板树，但现在大家都不要，为什么？它会吐出异味。当它开花的时候，它是要保护自己，它要驱虫驱东西，但是对人类也是有受伤害啊。木棉树也一样啊。那因为我们在这张树保，我们今天的简报里看不出来说我们的行道树到底是要种什么树。搞不清楚啦，所以我大概用统统是这样讲。那第二点，榕树，刚刚前一集的也讲说，榕树要种在这上那个行人道上，其实这也是不妥啦。所以最后我的建议就是说，广慈未来全区啊，要新植也好，移植也好，要以空气净化效果较佳的树种来优先啊，来保护市民的这个身体健康，不要认为说有健保就可以，错的，谢谢。下一位请林家好，那我们再请蔡里长，大人里蔡里长发言。喂，好，开始。首先，谢谢陈立威议员的争取，还有很多人的关心，才有今天的会议。另外，我是针对大家一直都在讲开发，那我们知道，都发局就是要奉客批，柯文哲要盖这个公宅。可是我们最近这个立即性的问题，不只是未来要进驻这个公宅的人口。你看这个图面，就是最近在广慈公园树木倒下去了，就是在那个福德街派出所后面，总工程师不知道你知不知道，这个树倒下去，我们一直要注意说，为了科批的公宅，在忽略掉目前在现在居住在那边很多人在那边运动，倒下去以后。跟都发局反映到第4天才来，所以我就觉得现在的市政府很多都外包，本身就没有那个能力去处理这个紧急应变的措施，老百姓就觉得政府的动效率非常的慢。那为什么会有树木倒下去？因为那个太密，那个在那个帕斯向山洞对面太密了，总工程师或是那个罗哥，你们去看太密的时候，树为了它的生存，所以它一直向光性。它一直向光性的时候，
啊，太逆的时候，它有些是以前有被锯的树洞，或是锯掉了，或有树洞烂掉，它一直向光一直延长，一直延长以后，所以它没办法承受就倒下去。那个总共的是，我们要为现在的苍生想，哦，这次倒下去不代表将来不会倒下去。我们那天有请陈立威爷那个文化局公园处的来，哦，你们希望你们动作快一点，要赶快调查，常常在里面运动的人，这边的人也有居住正义啊，你们一直顾着将来的居住正义，要现在都顾不好，怎么去顾将来？哦，这是一个问题，所以你们要赶快去调查，是不是太密对树的发展，他觉得就好像总共是拎刀剁蟹哦五个人。现在突然来住十个人好不好？连厕所都有问题，树也是同样这个问题。哦，希望你们再做一个普查一下，现在公园的这个是不是有立即性的危险啊？这个问题。另外，我们一直讲到这个移树，哦，你希望以这个广资做一个标杆移树，过去在拆平宅也死了很多树，哦，过去也没办法追究了。你们是不是也开启最高规格的标？你用低价的厂商他来标，我为了赶工，可能得标了送计划了三月，到了夏天树木不适合他移的季节，你为了赶工，为了科批的政绩要赶工，所以这个问题文化局是不是有确实是去督导这个问题？哦，因为你要让它长成一个细根。细根的肉它才能够吸收养水分啊，它不是靠着粗根的吸收水分的。我们希望你这个问题，希望有专家的公园处文化局不是坐在办公，实际是监督他们的实际上的作业。树它是有生命的，那你这样老百姓才会支持你的开花嘛，对不对？以往看到的都死的死，倒的倒，对不对？哦，所以我们结论就是说，立即性的危险做一个普查，哎，哦，这已经掉树倒下来已经好几次了。最后这个存活性，啊，台北市很多的存活，你们是不是可以比照像美国、德国最高标规格的，而不是在感受柯文哲这一任公宅有没有盖起来？我们希望以现在居住老百姓的生命跟树的生命来去做出发点，好不好？哦，谢谢你。谢谢李长啊，那刚刚我们这个不好意思，那个大道理是林寿昌林理长，那不好意思，那我们刚才。